这家里就是这圣诞夜哦，这参拜乡里托里所家里都是来举办这圣诞节活动。除了讲老的这大动歌手以外，佮邀请这乡长，也佮代表会主席哦，以前咧整做安尼圣诞老公公哦，伫现场来奔腾啊。在这乡长，也佮代表会主席哦，总是大受欢迎哦。参拜乡里托里所的圣诞节活动，先拜专业老师来进行带动唱。小朋友当时耍了真欢喜，而且现场是真热闹。除了唱歌跳舞以外，托里所满摆乡长也个代表会主席来扮演圣诞老公公，在现场来发些糖啊。小朋友当时围在这两个人的身躯边，就好像就是大明星同款。参拜乡长以及代表会主席都表示，圣诞节来到，托里所会当举办庆祝活动，和小朋友会当欢欢喜喜来过节，因都是真支持，所以逐年都会来参加，做伙来祝福小朋友圣诞节快乐。我们每一年在我们幼儿园里面，前一天我都来欢度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。我们代表会一直十分好啊，每年都在发糖果。明年要不要再发？明年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要要要。明年乡长12月20号，谢谢谢。12月20号，也到也到。我们新的乡长就任，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幼儿成立到现在十几年来啊。我们在各界的家长的支持，所以我们才能在这边生生不息。你们都是未来的主人翁了哈！啊，园长、老师哈，他很用心，每年都在这边办哈圣诞夜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童年，大家都能够在有童年的这个环境之下，快快乐乐的长大。今天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啊！而且每天都很快乐啊！谢谢大家。参拜乡托里所表示，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是托里所逐年真重要的活动，小朋友都是真期待，所以都会安排各种的节目，让小朋友会当同齐来参加。而且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小朋友都会当尽快的来度过。就是新闻蔡康平参拜报道。